鸡的声音，还有青蛙的声音，还有蛇哦。乱讲话。真的有啊。你下次你敢吃看看。真的有吗？有。骗人哦。有啊，在丛林里面。我一面都来看一个游戏。那不是游戏好吗？我能玩的。你看晚上真的会凉。好、哦、妹妹，林建宏还好给你拿外套，对不对？晚上会凉。真的吗？好舒服。谢谢。他们是不是游湖游的吗？